问题吗？昨天是什么节？圣诞节。那我想要带来一首圣诞节的歌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那我们要来喽。好。哦，对了，我要讲一件事情。刚刚我妹妹不小心就是撞到那个弟弟的头，就是跟他 sorry 讲抱歉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今天有受伤的，我们服务台有医药箱，有需要的可以用。好哦，大家小心安全哦，在玩也要注意安全，知道吗？知道。好棒哦，各位。那我们来喽。天气怎么会突然变了？大树、小树们都会危机了。路灯何时开始变暧昧了？街道都变得拥挤了。原来是圣诞节来临了，忙忙忙忙，不小心忘记了。第一次圣诞节是冷冷的，突然想要热热的可可零零零。